大家有提问的提问啊，有见证的可以分享一下，谢谢。三分钟过的话呢，这个水的话呢可以顶很久啊，顶多久的话呢，我想啦，我们用了10个月来做这个 lemon 的 demo 都有效果 ，OK 啊，但是呢，很多人不相信，我说没有关系啊，你只要有了胎儿之水仪的话呢，你装了一桶5个liter或者10个liter的桶 ，OK， 然后呢，你就不要拿来喝的啊，你是专门拿来做 demo 的，包括洗油啊，包括做这个 lemon 的 demo 的话呢，都可以。OK 啊，那你怎么做呢？1个月做一次，你就知道说这个效果还有没有存在啊，还有没有这个能量啊，这个是很重要。OK， 好，那我相信很多人也会问，那这台仪器的话呢，可以用多久啊？这台仪器的话呢，可以用多久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只要一按一下，轻轻一按一下，就叫一次啊，它可以用50000次啊，50000次。OK， 50000次可以用多久呢？哦，大家看一下这个酱啊，哦，这个酱，这个酱的话呢，它是做的水呢是 3.5 liter 的水哈，3.5 liter 的水 ，OK， 那它可以用50000次，那50000次怎么做？你按一次的话呢，就做 3.5 liter 的水。那如果你一天按10次，它是不是做35 liter 的水？那请问35 liter 的水的话呢，够不够你全家的喝啊、喷啊、洗脸啊、洗菜啊、蒸饺啊，应该够了吧？都得全家人，对不对？好，那如果是用50000次除以一天的10次呢，是可以用13年哈，可以用13年哈，可以用很久。那刚才有了。人问的话呢，一次 drink how much liter 啊？那个也是看你的自己本身体重 ，OK？ 那正常我们人体呢是需要2个liter 啊，或者是2点多liter 都可以。那建议都是说，饮料就少喝，改为喝白开水是最好的，因为呢白开水是对我们人体是巨大的帮助。那这些饮料的话呢，是对我们身体都是比较不好的。OK， 所以你要喝多少水，还是要看你自己本身能喝多少水，这个是很重要。OK， 最重要操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不要震到水，不要碰到水。OK，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OK， 啊，但是呢，如果真的是一不的话呢，所谓啊，我们吉隆坡的话呢，也是有危险。啊，可以维修，可以的啊，这个东西当然可以。建议也是，它只要碰到水，它里面会生锈。当一生锈的时候呢，它经常就会来改造一下，就是说经常会有不能用、不能使用、不能操作，那就麻烦了。会影响啊，这个我就不了，我们从来用个隔肺的一个阿温老 ，OK， 那如果是说单次建议你还是不要了，不要去做了，为什么？因为用煮大概1分钟就已经煮热了 ，OK，any warranty 一年 warranty 是因为 warranty 是什么 ？warranty 是不是人为的情况之下，那是有 warranty 的。那如果是人为的，是进到水啊，或者是摔坏掉的话呢，那是没有 warranty 的。啊，怎么样知道？很简单，你看它的伞，有伞就有效果。如果没有伞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没有工作了，就没有操作了。OK， 没有过去修理就可以了。晚上好。哎，晚上好。Yes。这个用柠檬水来做测验哦，如果那个水我煮了过后啊，它还是有这样的效果吗？有人做过这个试验吗？有，煮了过后你们可以试一下，试验这个柠檬，可以，有效果，已经有试过了，就说它的，你也可以。它的效率还是那么的好吗？还是也会减？对的，就是说一样的啊，就是说这样子冷和冷和烧的效率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其实呢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各自的体质不一样而已。因为每一个人有一些人他不习
不习惯没有喝煮过的水，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生水啊、冷水啊，他都可以喝的。他从年轻到老，他都可以喝，他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是个人体质而已。啊，但是呢，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也是需要温度。所以你看一下，我们去到外面都是 scan 那个枪的时候呢，也是温度三十几度，包括我们尿尿出来的话呢，也是温度，都是温的温度来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真的是要保健养生来讲的话呢，是喝温水会比较好一点。好，谢谢。好，谢谢。我想问一下哈、哦，来 ，OK， 假如我用这个水来煲汤，我是用那个 stainless steel 的 pot， 嗯，所以那个水那个汤，我假如 keep 到，但是我早上煮 keep 到晚上 ，is it OK 啊？哎，没问题了。哦，没问题啊。没问题的。stainless 不要而已，用那个 stainless steel 而已。听不到你说什么、oh, okay. 听不到你说什么 Thank you 好、oh, Thank you Scan 的时候呢不要用铁的 stainless steel 来 scan 就可以了、嗯、不好意思有一个问题、hey. 也是一个、嗯、特别的元素它它水的它的、嗯、这个元素，它特别在嗯，它会不得嗯另外一个元素，可以这样讲吗？另外什么？因为会变成另外物质了、啊，我出来，或者是形态，因为如果是放去冷冰橱里面，哦，就是。变成我们把它煮了就变水蒸气，如果我们把它集中，它可以变成laser。如果我们再把它加其他因素，它就会变成另外。在我们煮这个汤的时候，如果这个汤因为有其他的。所以它会不会变成什么元素？因为我们在煮这个汤，因为或者是煮药材的时候，是适合用我们的太子水去煮。这个有何看法和观点呢？有何看法观点？很简单，这个水煮过的汤、煮过的米饭、粥、糖水、面包、蛋糕、咖啡、奶茶。奶、米露的话都特别好喝，就是说都特别好喝啊！你可以试一下的，任何的问题你可以自己找答案的。其实我跟你说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是你要的答案，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这个 demo， 试一下泡一下咖啡，用普通水泡咖啡，跟用太阳之水泡咖啡，或者是煮两碗的这个那个汤，两碗的一碗是普通水的。那个汤啊，另外一碗的就是啊胎儿之水的汤，你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是意思说煮汤普通汤不要，是不建议胎儿之水吧？没有啊，我们没有说不建议啊，都可以喝啊，可以吗？不会，它的药性会不会变成变成什么呢？我说药性会被变质，因为好像就算就是你像放比较低温，好像冰、寒性这类似的问题。这很简单的东西，你担心来讲的话呢，你就不要做而已嘛，就这么简单，对吧？但是呢，我们经常上的话呢，都是建议他们大家，不管他们是吃西药还是吃中药，啊，都是喝胎儿之水，啊。也是很大的帮助。哦，
啊，但是你自己本身，如果你过不了自己那关的话呢，我是建议这样子的，最好是不要做啦，因为你都不相信的嘛，所以你不相信的东西建议不要喝就最好的，因为呢你喝下去的话效果不会很好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话呢，如果你要喝太多就是水的时候呢，你要相信它 ，OK， 相信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OK， 如果最好的药给你来讲的话呢，你不相信它的话呢，你吃下去也是一样，对你也是个，明白吗？谢谢你的啊，谢谢啊。Hello, Josh. Yes. 我看这个，当我们造这个水的时候，嗯，我们都很怕这个 device 啊，这个仪器丢进那个 jug 里面，对吗？嗯嗯。很可能性很高，对吗？假如不小心的话，那么 redesign 它的 jug， 使到它的 lid 啊 wider。能够 support 到这个 device， 没有这么容易掉进那个 jack 面，这样就很保险了。嗯 ，after all 啊，它 device 啊，它的底下那个造水的只是一个小部分，甚至几个 hole。嗯，啊，可以 extend 那个 jack。我建议是这样子，我大哥，我建议这样子哈，如果你担心那哈，你不要用 jack 了，你用这个最好的了。用什么？用这个啊，这个 OK， 这个 container 的话呢是一定不会掉进去水里面的 OK， 你直接这样子放就最好的 OK， 明白吗？你这样直接放，因为价是公司给的啊，不是你去买一下几块钱的东西而已的，你去买那个 container 啊，那个桶啊，两三块钱桶啊。啊，或者是 double bag 啊，也可以。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基本上都不会掉进去的，除非你的手放的时候，因为呢，我们这台仪器，啊，因为我们这台仪器哈，我们的design是让你这个手抓得很紧，所以当你放的时候呢，是放稳的，你才放手。OK， 那如果你放手的话呢，那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水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如果是说担心你的手，如果是说真的是有那些手一直要震的或者怎么样的话呢，那我建议你还是买这个 container 这个瓶子，这样子放的话呢，那就最好的、最安全的。OK， 那如果是要等到公司那个设计那出来的话呢，也不一定这么快啦。坦白讲，这个要做一个膜，然后呢，那个膜也是很贵啊。可以签你的哈 ，OK， thank you， thank you。可以 ，Yes。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仪器会不会，因为有时候你要是放在那个很小的口的那个水瓶啊，到时候要是掉了，会不会弄坏了？它是什么来做的？全部都是 plastic。哦。你们有掉过吗？掉过是肯定的，一定有人掉过的。OK， 没有摔坏，摔坏是没有啦，没有摔坏啦，没有那么容易坏的啦。OK， 所以如果担心很简单，你在做的时候 ，OK， 你两只手你好像扶住它，照顾它，不要让它掉入最好的。因为我们不是半个小时，我们只要三分钟，你就手摔一点，三分钟就。不是450块啊，这个是4500块马币，所以就像你的 handphone 这样子哦。大家知道的话呢，你的 handphone 买的多少钱啊？它的 Apple 呢是5000-6000块，华为现在也要几千块，很多 handphone 都要2000块、3000，经常都是 handphone 也是掉下去，掉在地上，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你如果担心它要掉的话呢，建议大家要好好的照顾，明白是吗？当你 scan 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它，叫你身边的所有人不要去动它，不要动到椅子、桌子是最好的。OK 啊，我在 scan 水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哦、啊，我都他们你们动椅子啊，这个一动下去，等下掉下去就麻烦。OK， 如果是放在我们的公司配送的那个款店的那个账的话呢，它是不容易掉了的。OK， 啊，只是它会掉进水里面而已。OK， 就这么简单。
啊，所以不容易坏， okay. 不用担心。OK，、坏的话呢谢谢也是可以修理，但是它的包装也是，它的 backing 也是可以修理啊，可以 repair 过的，不用担心啊。OK， 有人问的话呢，一次可以造最多水哈、啊？建议都是5个立德到6个立德最多哈、啊，建议10个立德不建议哈、啊，因为担心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就很浪费时间，大家的时间。OK， 15立德的水要打几次？最好你分3次来打啊，倒。在5个立德这样子分3次来做 scan 会比较好一点。OK， 嗯，教授 ，Yes， 刚才之前你在之前那些见证哦，你做得很好，就是说你有 category 的，就是说你皮肤的渗的渗的连接下去的，在网络里面 YouTube 里面。就好像没看到是 category 的 U、因为我们 PowerPoint 是分在 category， 那因为我们的 group 的话呢，我们今天发别人发，其他人其他团队其他成员都在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做 category 的、公司有没有、但是 PowerPoint 就可以做、公司有没有 category 这样子、很难来、因为我们的见证跟保健品的见证有点不一样，因为保健品的见证他们比较少，所以他们做的见证他们 很少会有再见证出来了。那我们的见证是每一天都有新的见证出来，因为呢我们送水送太多了，因为很多人没有买的，他们只是喝在那个水的话呢，他们有提供很多很多的见证，所以要做这个见证这个 category 的话呢，是坦白讲，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如果是要看更多的见证、最好去 Telegram， 你让你的介绍人的话呢拉你进 Telegram， 我们的 Telegram 所有之前几个月前所有的新的见证旧的见证都会看得到。我是意思像就一个这样的一个给他送啊，这个很耗时间，很耗时间要做出来啊、所以真的是有点麻烦。做了皮肤的，等一下又有一个皮肤的又多出来的话呢，又再加上去的话呢，又要重新做过啊，是很麻烦，是很麻烦。就是说公司没有人去做，没有，现在目前没有。所以有些公司是他做像皮肤的，然后日期啊就放在那边，然后又有新的，还在换那个日期，就是最新的啊，他们就会看最新的。很难做，因为到现在我们的见证我们都看不完，看不完。是很好啊。因为跟传销公司完全不一样，因为传销公司就这么多的见证罢了，来来去去这么多的见证，但是我们的见证是每一天都来的，有时候3个，有时候5个、10个的见证啊，我们都来不及看了、但是我们的见证机讲见证比较多，谢谢。scan 后可以收藏在金属啊，可以放，都没问题。工期的话呢，等一下，工期的话呢，我们现在有 public bank 跟 M bank 6期跟12期啊，比较贵一点哈啊，只要你有 credit card 就可以工期。OK， 来 Alice 你好。OK， 我想要回应一下刚才有一位男士他讲到那个水鱼哈、怕真放进去那个 container 会倒在那个 container 里面哈、我等一下迟一点我会发一个相片，是我的姐夫的，他在美国的，我刚才加入不久，然后我已经有3台去到美国了，然后我姐夫呢他就 design 自己 design 一个的。也是怕说那个水鱼会掉在那个 container 里面，他就 design 一个东西啦。等一下我发去那个 telegram， 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咯。他这个的设计 okay， 谢，可以哈。OK， 谢谢 Alice。好，谢谢。然后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的姐姐她，就是她手叶病嘛，每次。手指，然后他喝了健康水的时候，他就1个月后了，他的手就可以熬上熬下了。然后现在冷天的时候嘛，美国现在在冷天，他也是不用戴手套了，
他讲已经手可以熬上熬下很轻松了，没有痛了呀、yeah, 所以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他喝多久哈、哦、他喝多久、哦、喝多久，他其实他这个老毛病来的，他已经又打过针，就是给他不会痛了嘛，然后已经我猜他应该已经痛老毛病十多年了的了，然后他就是买了一台回去，他喝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之后他就有见证出来了，就是说他的手已经不会痛了。对，那问题、就是、一个多，那个问题就叫 trigger finger 啊，应该是吧、嗯、yeah, 应该 yeah, 他已经很痛很痛了，每次especially 在 winter time 的时候、哦、他是真的很难顶的，受不了的，但是很感恩，他很开心，所以我另外姐姐也是听到了哇，然后我另外一个姐姐又买多一台回去咯、啊、所以我们的水是 会说话是的是的是的，对、啊、谢谢我们的 Alice、啊哦、所以的话呢真的、就像我们 Alice 说，水真的会说话，我们的产品真的会说话啊、尤其大家知道的话呢，今年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很多人的生意收入都受影响，但是呢，唯有我们这一款产品的话呢不受影响，反而的话呢，业绩的话呢就天天日上。OK， 你看我在上个月啊，上个月而已哈、啊，就十二月份，我的团队的话呢，总做了1400多台，1400多台啊，你看。这么严重的情况啊，经济这么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业绩真的是每一个月都上涨的。OK 啊，所以的话呢，这个产品真的我们不需要卖的，我们只需要给人家去体验，喝了过的话呢，自然而然就有生意做，就有收入赚了。OK 啊，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是要好好了解的这一个生意啊，这一个生意，这一个事业。OK， 好，那刚刚有人问啊，这个水的话呢，可以顶多久，可以收藏多久，其实呢一年半载都没问题，但是呢我们不建议啊，不建议说如果有 device 的人的话呢，不建议你喝的水呢是一年半载才慢慢喝完啊，建议是一天两天喝完，因为我们人体是的水菜水海鲜包括其他的东西要新鲜的啊，但是呢我们的水是因为可以收藏很久，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发挥到爱心，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呢很多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很需要这款水的人，因为他很穷，他有很多的症状，很多的病，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所以我们水他的话呢，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去他的家做水给他喝，有心无力，因为我们要上班，我们要赚钱，但是呢这个水我们可以做给他一个月两个月的量，让他慢慢喝，他也可以喝到我们要，他可以喝到这个水可以改善他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建议大家收藏很久，但是如果要收藏很久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来做 demo 是最好，一个月做一次 demo， OK， 你就知道说这个水到底能够顶多久了。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第二个环节哈，第二个环节我们就来讲解这个奖金制度的时候了。OK， 啊，应该也是九点多了。嗯，啊 ，Joshua， 哎，不好意思， yes, 再问多一个问题。Yes, 我现在新加坡有一个朋友哦，他突然呼吸辛苦了，困难了。嗯。然后他现在已经在医院，但是他 check 那个swab test 是 negative 来的，但是医生有跟他讲说他的肺、哦、有一点黑点、啊、有一点黑点、然后我也现在还没有 去看他了， but before that 他进过一次医院了，现在第二次经过第一次的时候过后我才知道、然后我就送好水给他喝，但是、他可能没有喝大量或者什么样了、因为我家人，我们这边新加坡很难买到那些5 liter 的那个水桶的，很难买到啊、然后呢有些那而且加上那些水有时候他们喝不惯，所以我是不是还要再聚集然后再度然后就送给他聚集喝，但是现在他在医院哦，可以喝吗？那有没有开刀啊，动手术啊？
没有没有，他没有开刀，没有动手术。没有开刀，没有动手术是可以喝的啊，但是他已经在医院的话呢，也建议他慢慢喝，慢慢加，慢慢加，不要一下子喝太多，哦、因为毕竟他现在的身体也比较虚弱一点了、啊。对他身体很虚弱，嗯，然后我但是我们这个水是他可以喝一厘的啊一天，可以喝啊一个厘的可以喝、啊，好、哦、一个厘的可以喝啦，啊，但是也要看他对方他能不能喝到一个厘的，因为基本上躺在医院的病人的话、嗯，基本上喝水是特别的少，是了是了，啊，所以也是要看他啦，鼓励他咯，慢慢加慢慢加啦。OK，OK，、okay. okay. 好像那个一罐那个I think is 1.5 的那个小小罐的那个矿泉水的话，是的啊，那个我们度的话就好像比较觉得浪费一点点，是吗？还可以啦，不是浪费啦，因为你买不到那个五个厘的了，只能用 1.5 喽，是了、嗯，只能这样子啦。嗯好 okay, OK， 好，谢谢。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啊，好像洗肾的人哦，嗯，建议他们怎样喝法是比较安全呢、啊？洗肾的话呢，他本来是喝500 ml 嘛，啊，你让他慢慢加100慢慢加，只要他喝的时候呢，没有不舒服就加。如果是有不舒服的话呢，有水肿的情况之下就不要再加了、哦、因为他洗肾他没办法 filter 了他的水啊，所以他就洗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水都洗出来的 OK， 所以的话呢，他因为没办法吸收，所以他要去洗肾、啊、所以的话他的水是慢慢加慢慢加、啊、所以是100 啊慢慢加100这样子，谢谢啊，谢谢啊、OK，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环节就讲到我们的市场计划一下啊。OK， 然后我们跟很多人讲，今天呢，你花了这一笔，不管是4500还是新加坡1600的新币的话呢，啊，其实呢是投资在我们全家人的健康，同时呢有拥有一份的事业，同时呢可以帮助到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OK，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现在行情都不好，到底这一个计划这一个生意这一个事业可以让我们赚多少 ？OK， 好，那我们来总共的话呢有三个 package 啊 ，OK， 第一个 package 呢是买一台的啊，那我们在 system 里面呢是属于叫1000分，要跟公司购买1000分，那一分的话呢等于马币呢是4.8，新币的话呢是1.6，台币呢是37，人民币呢是7.9啊，所以你就用1000×4.5。就是4500马币，1600新币，37000的台币，7900的人民币啊，这是第一个 package。那第二个 package 呢是2000分的啊，就是买两台的啊，叫钻卡会员啊，买两台或者是两台的，但是呢，报名一个而已哈。那第三个 package 呢是买6台的 ，OK， 那货呢是6台的，但是呢 ，account 名字呢是一个而已哈 ，OK。好，那接下来看一下，第一个叫 Direct Sponsor 啊 ，Direct Sponsor 每一台的话呢，我们都是以800 PV 来算奖金 ，OK， 一台800，两台1600，六台呢是4800的，所以我们 Direct Sponsor 呢只有 3% 而已哈。那第一个话呢，就是说你 Sponsor 一个人的话呢，那你可以怎么赚呢？800×3% 就是24美金分啊，叫类似像美金的意思哈 ，OK。所以是分来的 ，OK， 那是乘以马币4.5，或者乘以新币是1.6啊，你们大家可以去乘一下。那以此类推，你介绍两台的就这样子算啊，就是赚了48美金分。那第三的话呢，如果你介绍这个人的话呢，他要拿报单中心 stockist 的话呢，你赚了114美金分的意思啊。OK， 啊，这是第一个 bonus。第二个 bonus 呢，我们叫承碰奖金。那承碰的话呢，只要你左边有一个。一个碰可以拿多少呢？是拿 50%， 那是怎么算呢？800×50%，乘的话呢是这样子的，这个人介绍这个人，这个人就介绍这一个人的话呢，那在第二层它属于你的第二层的话，你可以赚多少？你可以赚100%，那100%呢就是800 PV
就是800美金分、哦、所以每一个人有一次的 100% 的那是两个人变成四个人的时候你就拿到1200美金，所以的话呢，你这台仪器呢是已经是免费赚钱了，已经免赚钱了。好，那以此类推的话呢，这个第二层介绍了第三层的这个人，第二层的介绍这个人 ，OK， 那你可以赚多少？你同样也是赚了50%，400美金分 ，OK， 那所以这个400美金分的话呢，它是拿多少？那无限个 level，unlimited level 哈 ，unlimited level，OK。啊，但是呢，每一个 level 只能碰一次，每一个 level 的第一个碰就是拿400美金分 ，OK， 那是拿无限袋、无限袋、无限层去拿的，啊，这是第一个 bonus 啊。那我们大家来，Sorry， 突然间 WiFi 问题、啊、所以 WiFi 断掉。OK， 不好意思，现在听到吗？大家有听到声音吗？大家有听到。对啦 ，OK 啊，刚才不好意思啊，因为 WiFi 的问题哈、啊。OK， 所以现在在 mute 大家啊。所以的话呢，你看一下，我们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嘛，对不对？所以第二个 level 比较 special， 第二个 level 就是说，这跟这个碰，那就是拿百米分，它的。跟这个碰换呢就没有了、哦、就没有了 ，OK。所以第三层的时候呢，第三个 level 的时候呢，红色跟红色碰一样拿400美金分。那蓝色跟蓝色的碰有三个，对三个有三个碰，那是属于是拿第三个奖金到对碰奖金叫 pairing，OK、okay。好、哦，所以 pairing 的话呢，它这样子的，这时候呢是可以拿12%，两台呢是拿13%。六台的话呢是拿 15% 的 ，OK， 那这个是怎么算呢？800乘以 12% 就是96分，所以的话呢，蓝色碰蓝色有三个，就是三个乘以96等于是288分啊，288分你再乘以 4.5 或者是乘以 1.6 的新币 ，OK 啊，那这个封顶这个 pairing 的话呢也是一样，它跟乘碰。啊，乘碰 level pair 的话呢，它是一样走 infinity unlimited level 的 unlimited level 的，但是呢，这个 pairing 它有一个封顶啊，有一个 maximum， 这个有 maximum 啊、哦，它的 maximum 这个奖金 maximum 呢是说，你是买一台的 package 的话呢 ，maximum 呢是1500美金分的，两的话呢是3美金分的，六的话呢是4000美金分的 ，OK， 所以的话呢想问大家一下，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拿到。分的话呢，请觉得 O 不 OK 呢？够吗 ？OK，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到底1500美金分到底是多少啊？如果是马来西亚的话呢，你就乘以 4.5， 那一天呢是6750，再乘以30天，200000的马币，一年的话呢是240万的马币。那这个产品没有可能做到20年呢，那是不是有机会我们可以赚起千？如果你是的话你就以 1.6 那就是每一天是2400的新币乘以30天、啊、但是72000的新币乘以一年的话呢那是860000的新币 OK 那如果是台湾的朋友乘以37那就是55000多
OK， 乘以30天166万，乘以一年的话呢是2000万左右的台币。OK，所以这个收入的话呢，不是单单我们最上面的人拿可以拿得到，是大家都有机会拿得到。为什么我这么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代的优势啊。那第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的水随时我们都送得起，大家认可吗？对不对？那大家知道的话呢，没有任何产品的话呢都可以送得起的。OK， 不管你是得到什么奖项。有博士有 doctor 上台讲 OK 没有办法送得起，但是水我们随时都可以送。那第二的话呢，我们是最公道也是最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呢研究家很多的这一个钱的话呢来去研发了这一个仪器的话呢，我们才卖多少，才卖4500或者是1600的新币而已。我相信有很多一些他也说他是健康水好水的话呢，但是他卖的是9000啊甚至十几千的马币都有，对不对？但是我们卖的是合理最公道的。那第三的话呢，我们最新科技目前是市场独一无二的。那第四的话呢，只需要3分钟处理3到5立德的水都不是问题啊，只差3分钟。那第五的话呢，只需要 power bank 充电宝就可以操作啊，这种的话呢就很方便。我的话呢都可以做水送水喝水做市场。OK， 那第六的话呢可以喷眼睛、啊、大家知道的话呢可以喷眼睛。那第七的话呢，这个烧开煮菜煮饭煮药煮糖水泡咖啡泡茶泡奶泡蜜露都可以， OK 都不会还原。那第八的话呢，这个水可以放多久，刚才已经有提到了，一年半载都不是问题了。所以建议大家自己做 demo 是最知道了的。OK， 自己找到答案。那第九的话呢，可以发挥到爱心啊，所以因为我们这个水可以，它可以收藏很久，也是很方便，随身携带，所以我们可以送水给人家啊，去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去帮助他们啊。第十的最重要是方便携带。OK， 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喝上好水，随时随地送水，随时随地发展市场，赚取我们的财富。所以大家想想一下，所以。你如果你的本身左边的 group 跟右边的 group 的话呢，每一天都拿着我们的泰和之健康水去送水送爱心送健康送财富的话呢，你觉得未来你有没有可能一个月会拿到200000马币或者是72000的新币啊，72000的新币呢？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奖金啊。那第四个奖金叫 Matching Bonus 领导奖金，这一台的话呢，你是可以拿六代的 4%， 两台8代的 4%， 六台的话呢是拿10代的 4%。OK， 所以这个呢是关系到你 direct sponsor， 你越 sponsor 越多，你的代数就越多，你的人数就越多，那你的收入就越来越多。那这个呢是以你的线的收入，它的对碰的收入，对碰的收入是 12% 或者 15% 的收入，你可以拿到的 4%。啊，那你别小看这个 4%、啊、我上个月是这个 matching bonus matching 而已、啊、就拿到7000多美金啊， matching 可以拿到7000多美金。 OK， 那第五的它叫 basement 间点奖啊，那这个呢就很有意思了。 OK， 比如说今天你说 sponsor 的1号2号，那你在 sponsor 3号的时候呢，放号放在一号的下面嘛，对不对？一定要放的，因为呢它不能开3条线4条线的。所以你把三号放在 basement 在一号的下面的时候呢，一号没有做任何的工作，没有找任何的人的话呢，一号都有收入。但是三号如果发展了10个 level 的话呢，这个10个 level 都跟一号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所以的话呢，如果你是一号的人，以后找出三号的人的话呢，就背在你的下面的话呢，那你就受益了。所以我们跟很多人讲，今天加入跟明天加入有分别吗？完全很大的分别。今天你加入，明天这个人加入，他就要 under 你了，对不对？但是今天他加入，明天你加入，你就要 under 他了、哦、这个是很大的差别。所以他可以拿到 0.3% 是拿10个 level， 那 0.3% 是拿多少？一粒一台的仪器进来的话呢，你可以拿2.4美金。OK， 2.4美金。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register fee， 那这个是给个报单中心，就是一次性购买6台的 mobile stockies 的人才有享受这个 register fee。 他每 register 一单的话呢，公司会补他24美金啊，补他24美金哈。 OK， 所以的话，如果你一个月能够注册50台、100台、200台的话呢，那就有几千块嘛啊，甚至几千块的新币了。
OK 啊，这个是额外的啊。所以的话呢，如果你今天你要稳定的收入，一定要记住 OK， 你的左边要有更多的 stockist， 右边也要更多的 stockist。当你的 stockist 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的收入就会来越稳定了。就像我今天我现在在讲课，对不对？我一打开我的 account 来讲的话呢，我就看到我今天我整个团队做了多少业绩，我今天的收入是多少了。那今天呢，我总共业绩呢是20台了，所以呢，是因为我的 stockist 很多在左边，右边也有很多的 stockist， 所以他们都基本上天天都自己在 register， 我就不需要 register， 但是我虽然3% 的 register fee， 但是呢，我的团队每一天都在发展，每一天都有对碰有沉痛，每一天有对碰有沉痛已经是很足够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的 stockist 越多，就证明你的收入就越稳定越多。OK， 那第七个的话叫福利奖金。OK， 那 incentive bonus， 只要你的小区就是你的小编累计它达到10000 PV， 公司将送你3000大礼包马币。OK， 累计到30000的时候呢，送你一台的仪器，我们的水仪；累计到150000 PV 的时候呢，送你去国外旅游；累计到200000 PV， 再送你名车的补贴，就是有咖饭的补贴。OK， 最重要是。培养两个总监，就是两个得到咖饭的话呢，你可以享受全球的分红的业绩的 1% 啊，这个也是很重要。OK， 那最高的是叫董事，培养两个高级总监，你可以享受 1% 加 1%。OK 啊，这个呢是大家都很想要得到的这个收入，所以我本身的话呢，也是靠着我的这个信念，我的这个努力 ，OK， 送水、送爱心、送健康和送财富的情况之下，我在去年的七月已经拿到全球分红的 1% 了。OK， 是没有任何人帮我，除了公司可以帮到我而已，但是公司现在也没有办法过来马来西亚帮我，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要很懂得借力。OK， 所以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系统已经是成型了，所以大家只需要把这个 link 每一次的 link 都发给对方，让他们对方进去我们的 Zoom、 我们的 WeChat、 我们的 WhatsApp、 我们的 Telegram， 他们看更多了解更多，那生意就越来越大了。 OK， 好，那我们所有的提现的话呢，都是有分配的， 85% 啊是可以提现可以拿现金的。 OK， 它是公司直接打到你的 bank account 的。 OK， 另外收取 3% 那是 transaction fee。 OK， 另外的 15% 的话呢，它是归为叫消费积分，一个 wallet 啊，收取到你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换取我们公司的产品。 OK， 换取公司的产品啊。所以今天我的这个奖金制度的话呢已经讲完了。 OK， 那也谢谢大家的聆听，那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啊，想要知道的话都可以啊来提问啊，都可以来提问。啊 ，Josh， yes， 我想请问，我有一个亲戚啦，他是有胃酸和胃风的了，他喝了几天我们的这个泰克斯水哦，更加严重哦，是不是不适合他，还是什么原因呢？哦，不是不适合他，是因为他在调理的情况之下，哦，所以他们身体的话呢，如果是有毛病的人的话呢，他喝的时候，偶尔他会什么，会越来越严重的。OK， 那么他需要继续喝啊，还是减量啊，还是怎样呢？你可以让他减量，然后呢，你叫他煮温来喝。哦，煮温来喝。啊，煮温来喝。煮温了，等到温了就要倒去那个 double way 了，不可以放下太久在那个 stand。不是不是，你让他喝水的时候喝温水是最好的。哦，喝温水啊，或者他直接拿他就是水，然后喝的时候掺一点热水，其他热水可以吗？这样子。也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热水的话呢，也是要太和之水会比较好一点嘛。哦，这样子啦，啊，对，好的，谢谢。好，谢谢，谢谢。Josh，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Yes. 那个我有人喝了哦，心跳会加速，是什么什么原因啊？心跳会加速的话呢，可能是不是他的心脏有问题呢？哦，这样子啊。啊，应该是这样子啦。心跳加速的话呢，你建议他慢慢喝啦。啊，少喝，慢慢加，慢慢加，慢慢加。哦。不要一下子喝太多水啊。
他其实喝了一段时间的，大概有两个月了多。嗯。这样哦，这个很难讲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啊，包括他们的睡眠啊，他们的作息啊，饮食习惯啊，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水的话呢，我们是虽然是喝水哈，但是不可能调到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常的啊，因为我们每一天的作息都不一样，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哦，对，好好，谢谢，啊，谢谢。校长 ，Yes， 对于奖金这个奖金，我的问题也许不大清楚。嗯，如果是对于我们想买一台的啦，嗯，不是 Diamond 也不是 Stockage 啊，嗯，如果是左右下线有左右是 Stockage， 它的情况会发生怎样呢？哇，恭喜你了！如果你下面有 Stockage 的话呢，证明你。接下来你就天天都有钱赚就对了。虽然我们没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对，因为他会拿 stocky 出来27000马币，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做的，不可能会买了27600台，他又没有 offer， 又没有什么东西的啊，他不可能坐在那边等榴莲掉下来，是不可能的，他一定会去冲的。所以当他一冲的时候，两个 stocky 在你左边跟右边，他一冲的时候，他一定有每一天都有业绩，那你就在上面，你就有叮当叮当叮当，有钱赚了。这样子是要会找会做的人哦。啊，对啊，要找会做人，对啊。嗯，好，谢谢。啊，坐。Yes。啊，想问一下，我有一个朋友哦，他是肝癌啦，中了肝癌，医生讲他的肝已经有70%是全部是肿瘤了啊。那么这个太克斯水可以帮到他吗？哦，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太克斯水它不是药哦，它不是医病的啊，它任何的这些问题都是因为细胞缺水 ，OK， 它的细胞已经是。啊，癌化了，就是所谓的老化了，包括他已经是那个癌细胞越来越多了，所以他喝了这个水过的话呢，他一吸收在快的时候呢，他又是抗氧化的话呢，他一定会帮到这些的问题的。OK， 不管什么问题都要喝，有喝就有机会就对了，你去跟他讲。OK， 尝试一下了，啊，明白吗？可以尝试了。啊，一定要尝试吗？你问他一下啦，有什么办法可以医你自己？嗯，还有一个医生都帮不了你的话呢，你为什么不尝试呢？有事有机会，没有事是完全是零机会，你干嘛不试一下呢？又不是叫你说一定要先买，你可以送水给他用先嘛，对不对？嗯嗯，还有一个问题哦，昨晚在微信课程，那微信课那边听到那个台湾博士讲哦。这个太克斯水除了可以杀大肠杆菌和红色毛线菌，他讲还多啊，对那个什么螺旋菌也有帮助的，是吧？都有帮助，对。哦，也是有帮助那个菌呢，啊。对，有帮助的，对。哦，不只是只剩那两个杀那个两个菌罢了了。是的，是的，是的。嗯嗯 ，OK， 谢谢。啊 ，OK， 谢谢。那个丁啊，丁，你问的是什么 ？TG Group 是什么意思啊？Mr. 丁，哦 ，George，他要那个 Telegram 的 group， 所以等一下我会发给你。哦 ，Telegram 的 group。啊，对对，啊，你帮我发一下，你帮我发一下 ，Thank you。可以可以 ，OK。Sorry， 我暂时离开 ，OK 了 ，OK 了 ，OK， 谢谢 ，OK，Thank you，Thank you。好，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呢？或者想要分享的吗？谢谢魏总。
早上好。是吧？刚才有问的。教授 ，Yes，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如果我们建议他给他喝了，他的反应很强，那我们是否是减他的量呢？还是要增加他的量？增加量又怕他受不了，减他的量先，减他的量先，减他的量先。对，但是你们首先的话呢，要跟他们说清楚，水的话呢是比保健品啊，它渗透比较快，它吸收比较快，所以的话呢，它的调整反应，所谓的明显反应会特别的快，特别的强，这个你们事先要送水给他们用的时候，喝的时候呢，一定要跟他们强调一下，所以你要熬过这段时间，只要熬过这段时间的话呢，过后就没有什么事情了，但是有些人就是因为怕这个事情发生过后，他就怕了，他不敢喝了，明白是吗？嗯，我们怕，我们自己怕，不是他们怕，怕发生什么事。没有啦，如果是说他身体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是不用担心的，除非他是真的是有疾病的。所以当时如果对方有疾病的话呢？首先我是建议大家，你们先咨询你们的上面的领导人，一些 leader。看看要怎么做，因为他们比你的经验比较多，所以你们要咨询他们会比较好一点。好，谢谢。OK， 谢谢。Company Go Website 啊，现在目前还没有啊，还没有。George， 我是 Angie 啊，我想问一下，有些人讲说用那个茶包来 test 这个水的小分子、啊、来 compare， 你那边有什么建议呀、啊？没有建议，因为没有试过，不大清楚。是他们 compare 小分子的。哦，小分子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因为呢，有一些是做 filter 的人做出来的那个 demo 不太适合用我们这个水来做的，因为我们完全都不是做 filter 的，大家明白吗？就包括 pH 啊这些东西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做的。所以有一些 demo 他们是因为一直以来都在做 filter water filter 的这个 demo， 然后来跟我们做比较，那怎么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怎样去做比较？没有办法做的。明白是吗？所以你就很简单嘛，他如果做比较，你跟他讲哦，不然你做那个 lemon 的 demo， 你看能不能穿透渗透，他们也是不能的吗？也是没有办法的吗？明白吗 ？OK， 好，明白。然后再说的话，那说小分子水，你就跟他讲很简单的，怎么称为是小分子水？难道做了这个 demo 就可以吗？不然的话呢，很简单嘛，你跟他讲，你的水喷在一边，然后我们的太阳之水喷一边，你看哪一个比较吸收快嘛，就证明了嘛，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明白吗？啊，这个喷的我还没有去试嘞，这个太神奇了。哎、喷的，你去看一下嘛，喷的话呢，我们单单我们自己喷，自己感觉到我们的皮肤都特别的滑，大家认可吗？对不对？就是为什么会滑？就是因为它吸收的快吗？所以你说小分子水，那我们是不是属于像类似像小分子，比小分子还小的更小的，所以它才能吸收啊。所以你说你做的 demo 是小分子水，那怎么证明呢？那喷在皮肤是不是真的很快吸收，那很快修复呢？这个也不一定啊。所以你看我们的 demo 喷在脸上的话呢，它的眼袋鱼纹马上修复的，对不对？那小分子水你问他一下能不能喷眼睛啊，喷头发能不能生头发啊，喷皮肤能不能改善，包括那个凹凸不平的话呢能不能改善。大家知道凹凸不平几十年的话是不可能可以改善的，市场上太多的小分子水了，但是呢有听说过小分子水改善这个凹凸不平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们的水是可以哦。Johnson，如果是对来喷眼睛的，是这样子喷，还是拿了那个水像他们洗眼睛的那个盖那个水盖的？我今天刚刚买了，我给你看一下啊。
那、啊、这个呢，我今天刚刚买了啊，就是这样子。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 ，Shopee 买，哎，很便宜罢了。OK， 把我们的太阳之水放进去洗啊，很多人说洗了的话特别的干净，然后特别的亮丽啊，都可以，你要洗都可以啊。洗的话呢效果更好，喷的话呢都有效果了。是最近我们才开始用洗的方式，就是震我们的洗我们的眼睛啊，所以你们可以试一下，你会看到洗出来的话那个水是比较肮脏一点的。证明什么？我们里面的眼睛还是有一点点的东西在里面。像是对没有开刀人了、嗯、对开刀人过后的就开刀的话呢，因为他这样子的像眼膜嘛，他们开刀白内障的话，他们开刀他们也是开了过后可能三年五年八年他还是会来的哦、啊、认可吧。所以的话呢，你用了这个水过后呢，就算你开完刀，但是你以后会不会再长出来这个眼膜的问题呢？也可能的时候，所以你用了这个水是不是来避免来保护我们的眼睛以后不长这些所谓的眼膜啊白内障的问题呢？好，谢谢啊，好，所以一定要用哦。OK， 好，快十点了啊，来说、啊、你说，皮肤病的病患者、哦，嗯，不能喝也拿来喷，喝喷或者是他的皮肤病，他是看他哪一个部分呢、哦？如果手很方便哦，脚也是很方便呐、啊。但是如果是在大腿，或者是下身，或者是这一个肚子那边的话呢，就很不方便了嘛。嗯、所以的话呢，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买那个木桶啊，然后把水把煮温的，把水放在那个木桶，就是像以前古代人冲凉的时候泡澡，人家讲泡澡啊 ，SPA。啊 ，SPA 这样子 ，OK 啊，或者是 long bath 也可以哈、啊，那个镇住泡住那边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呢，如果是拿来冲凉，很浪费水，因为冲了流走了，冲了流走就很浪费水，你不懂要用多少水来冲的啊，所以最好是镇啊，喝水、喷水、镇会更好，镇是很好的效果啊。像有香港脚啦，或者是有富贵手的人的话，就是镇他的手跟脚。好的 ，OK。好，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今晚的啊会议了，因为快要十点了。还有问题吗？大家？Josh， 我有一个问题。OK， Hayes。啊，我就是有一个朋友哈、哦，他的先生有那个长期的牛皮癣啊、嗯。然后那个女儿很孝顺，其实我本来要给那个女儿喝的，然后那个女儿说。他的爸爸有牛皮癣，很可怜。他每次抓到我破皮，他看了很心痛，所以他说：“我说我要送水给你爸爸喝。”然后本来是要给他喝，后来他说：“给我爸爸先喝，我不要喝先。”所以他就我就给了水，他拿回去，他爸爸一喝哦，因为他说他爸爸是。长期的牛皮癣啊，每次看医生就拿药膏回来涂，越涂那个皮肤就越薄，薄到剩下4%。所以他一喝那个太阳之水哦，他的那个毒素就全部跑起来，痒到他受不了，所以他就不肯再喝，怎样都不肯喝。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的太太，我说。你先生喝那个水，你有没有交代他要喷？因为这个水它是可以杀菌的，是一定是一点点，它是杀菌的。要让他喝，然后他要喷。他说你都没有讲，我
说不是我没有讲啦，应该是你的女儿太忙了，我有跟你女儿讲，可能她太忙了，我是忙给她喝就没有喷，所以后来我就跟她说，凤姐，讲重点，好不好？你讲重点，你要问我的问题，你不要拉那么长，好不好？哦，就是啊、他第二次真的有喝了，喝了哦，还是会起来，就没有痒了，还没有喷哦，就没有痒。可是他太太说，他喝到很害怕，因为他的脚开始冷。他说他以前也曾经冷，他是冷到里面去，那情况该怎么办？看到吗？你那边的线不好啊，我们听不到什么东西啊。哦，现在听得到吗？听不到，很吵，你那边。现在也听不到吗？听到很沙，很沙。哦，那没关系了，改次再问好了，谢谢。好。Josh， 我有个问题。来。请问你有这个类似风湿关节炎啊 ，rheumatoid arthritis 的见证吗？你在那个 Telegram 找一下。啊，好的。关节炎就没有听到了。嗯，好，谢谢。OK， 谢谢。OK， 那今晚我们就结束今晚的会议哈，也谢谢大家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哈。OK， 晚安，谢谢。好 ，Thank you。Thank you。晚安，谢谢。感恩。